间是？上间是现在说这个比较高阶的。哇，这是什么扫地机器人啊？还是拖地？扫地拖地都可以。才6000块。哇塞，这是什么鬼？吸尘器耶。他们看起来快烂掉了。他们看起来快烂掉了。感觉快烂掉，什么鬼？他才1280块，这是玩具吧？他说他是夜灯哎，它会亮哎，这怎么亮？他有插插头啊？有啊，他有插插头啊？还是他晚上他会自己亮？哪里有灯？对啊，哪里有灯？还有灯哦。什么叫哪里有灯？他有时候他是事业灯，也是吸尘器。那灯在哪里？你真按呢？我哪在？一个问号。他哪里会亮？虾米太烂了吧？什么鬼？骗人！